科博馆吴生华博士在森林里寻找一种台湾特有的珍贵真菌牛樟枝。牛樟枝它只生长在台湾特有的牛樟树干上面。牛樟枝体积小，容易携带，价格又高，所以说呢，山老鼠觊觎常常会发现牛樟被盗采的痕迹。大自然的真相，科博馆邀请您一同探索牛樟枝台湾特有的药用真菌。